我告诉你啊，马上过年了，要是还不会炸丸子，那你就认真把视频看完。炸出来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，做法一点都不难。空碗中加入一勺花椒，加开水泡十分钟，然后加入大葱，用手抓出大葱的味道。肉馅中加一块老豆腐，起到蓬松的作用。然后分两到三次加入花椒水，朝一个方向搅拌，让肉馅吸收。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，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然后加盐、十三香，千万不要加料酒，放姜蒜末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用右手搅匀，然后加一包小酥肉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。加完粉不要朝一个方向搅，容易裂开，用手抓匀就行，有条件放点白芝麻，挤丸子就是用虎口挤出来一刮就行。油温烧到插筷子冒小白泡泡了，调小火把丸子下锅炸，全部下满，过十秒用漏勺翻动一下，定型就先捞出来，接着下第二锅，第二锅定型，把第一锅炸的也下锅，小火炸五分钟左右，变成微黄，捞出来，开大火把油温升到六成热，把丸子下锅复炸，这时候丸子上色很快，别炸糊了，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，过年家里来客，招待客人，这就是你的拿手菜，赶紧试试吧。